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二月二日，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韩今仔日公布阁加229个人治病，也是中国以外疫情第二严重国家。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宣布，把日本、韩国的旅游警示也降到第二级别警示。伊有轮公主号的台湾人昨暗已经回来，总统讲派包机去接，拢是替个人的健康设想。伫日本游轮宣召公主号的台湾人昨暗已经坐包机回来，嘛随送去病院隔离检验，目前是无人发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晡是宣布讲，即宣召公主号即19个旅客，头摆采检是拢无染着病毒，第二摆的采检暗算伫咧阴暗11:30进行。啊，那总统蔡英文嘛讲着。政府坚持派包机甲因接，都是替咱个人的健康设想。终于落地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从来没有一次降落回到台湾这么开心过。穿着隔离衫，包括毛叔叔、陈医生在内，拢总19位泉州公主号游轮乘客，坐皇后包机，伫哩暗9点外登来台湾。经过初步检疫，确诊无身体无损快枪头，随着由在一台救护车分送3间二三病院隔离，进行武汉肺炎病毒采检。回来要来先到医院的隔离病房，要采检2次，好，那也是要做我们强制的安置到检疫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19名乘客拢已经带离负压隔离病房，到二日早起为止，无人发烧。我们也准备了相关的这个衣物、盥洗用品、点心给他们。那么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烧，也没有特殊的状况。到底所有乘客接种完落机后，发行回程机处理机坪，进行机身加机舱内全面消毒。各军拢总派出32位化学兵协助防疫工作，包括乘客行李也拢喷油消毒，并且统一管理，14天后再当领回。他既然从船上下来，他所可能凝聚的一些病毒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我们就让他暂置14天。我想14天以后，里面即使有病毒，也都是死亡了。指挥中心强调，等来台湾前，日本已经针对乘客行李进行消毒，并且防爆膜加上飞行机。等来台湾了后，咱国进行第二遍消毒，以确保无病毒藏在其中。若果行李内有乘客所需要物品，防疫中心将会加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南韩的疾管中心今仔日阁公布，阁加229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03人是伫个大南病院含新天地耶稣教会防卫着。目前南韩全国的确诊人数计共有433个人，新天地教会9000个信徒嘛，方要求爱自我隔离，其中1300多人是出现可疑的症头，正咧进行检疫。南韩这一波武汉肺炎感染病例大爆发，源头起从1月31日到2月7日间，新天地耶稣教会创办人李万熙、贵姓的阿兄，伫重庆北都青岛镇大南病院所举行的葬礼，当时有近1000人前来悼念，包括为中国分布来的信徒。新天地教会9000名信徒已经被要求全部自我隔离，大区甲其他地区的各个分布已经全部关起来。大区市统计到22日为止，有超过1361名。新天地新闻出现，疫情正头正伫咧进行检疫。태국가그서울에보다확진자가더많이나와가지고제2의우한이될까봐걱정이많이됩니다南韩陆海昆三军各爆发一名确诊病例，为了避免流行病影响战略，国防部21日宣布全面管制休假。住伫大库甲青岛村的人因后停伍，当局已经将大库甲青岛村列为特别管理地区，专调支援因伫病床、医疗人力甲补助方面的需求。伫首都首尔，因为有新天地确诊病例出现，市长朴元淳21日宣布，为了保护特别会被传染病感染的老大人，禁止伫首尔广场、青溪广场甲光化门广场举行集会活动。全市3467个社区中心也暂时关起来，新天地教会所有设施一律封锁，禁止进入。뭐예전보다는좀불안감이많이늘어났죠그리고아무래도길거리나갈때보면 네차대중교통을좀피하게된다고해야되나
当局一方面在公共场所加强消毒，各大楼和车站的进出口也都设置手部消毒剂，民众外出也都挂嘴暗，民间也出现一些病毒警示的手机 APP 和网站，可以显示使用者所在的位置方圆10公里以内有多少新冠病毒感染者，使用者就可以特别提高警觉，做好个人防护。 WHO 世界卫生组织在他的记者会指出，韩国目前是中国以外最多确诊病例国家，WHO 才跟韩国政府紧密合作，以了解这波新增的传染路线。秘书长谭德赛指出，跟爆发地中国无明显关联的新冠病毒病例正在增加，伊烦恼阻止病毒的机会之窗正在缩小。记者综合报道。韩国和日本这疫情是哪来哪严重？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就宣布，要甲日本、韩国的旅游疫情建议延缓到第二季的警示，搁会伫咧健保卡的面顶标示旅游史。另外，咱台湾的确诊病例也是26例，外界关注的第24例确诊的这个个案，因为发病要一月二才确诊，加在含伊接触的134个人，检验的结果拢验无病毒，已经排除意外的感染。武汉肺炎疫情伫全球摊开，瓦近的日本、韩国近来发生几啊件社区甲病院团体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自二月初二起，将日本、韩国甲新加坡同款，提升旅游疫情建议到第二级警示，而且根据疫情的进展，不外多做一挂边境管制。这两个地方疫情的发展，在这两天都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我们也非常的担心旅游疫情的建议提升到第二级。指挥中心表示，民众健保卡注记旅游史提示名单，也将会原本的中港澳、新加坡、泰国各纳入日本和韩国，并且回溯到一月初八。也不过，指挥中心也带来好消息，国内第24例确诊个案，也都是北部65岁无出国旅游史的女性，伊发病达到29天才确诊，而且发病时无住伫负压隔离病房，原本烦恼造成院内感染，好加在关键的134位接触者检验结果拢是阴性，排除院内感染。在医院，所有相关的接触者，包括周边的相关的人员，总共采检了134位，那也全部都是阴性。指挥官陈时中强调，找出第24案的感染源并不简单，而且时间已经过潜伏期14天。为了保险，有关将接触者扩大到465人，希望外界给一点办案的时间。目前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维持在26例，其中一人死亡，其他个案病况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甲日本和韩国的旅游警示也降到第二级的警示。旅行业品保协会的估计，被疫情的这段时间，去日本、韩国的赏樱花团是取消要八成，嘛提起对团去要去这两国游览的旅客，虽然会当退钱，不过也是要注意相关的规定，照规定来办理。每年三四月日本、韩国赏樱花季节时阵，机票、饭店拢是真热门。因为对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到一级警示时，各间旅行社就陆续致电民众取消订单的电话。即阵指挥中心又阁宣布，把日本、韩国旅游警示提悬为二级。旅行业品保协会讲，拜一上班的时阵，问退团电话恐惊变真多。第一名出国的是日本，大概有480几万；第二名中国大陆，第三名就韩国。等于说三分之二的市场，当然影响到全台湾3000家旅行社的生意。根据旅行业品保协会估计，疫情爆出来这段期间，日本、韩国赏樱团取消将近八成。也过需要提醒消费者是，若是参团旅客依照疫情第二级来解约退费，旅行社扣除已经代办的必要费用和行政规费了后，相关也再再扣团费的5%作为补偿，顺利执行给旅客。帮他办护照，必须去订旅馆啊，订游览车啊，扣除以后，再扣除5%以后，就全其他要全部旅馆要退还给旅客。除了民众出国旅游受到影响，根据各旅协会估计，国内旅游业绩也因为疫情影响减少50%，有股损失32亿，严重程度跟 SARS 时期是差不多。所以，一中业者发起自救活动，头一波先推出台北、台中半天旅游活动，200块会使旅游台湾灯会，希望各类民众会用出来佚佗。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走一个低价的一个方案，而是呢。进阶到让各位呢有不一样的体验，给我们一块空地，一片草地，我们可以创造成景点。各路协会啊，建议政府发放专属参团国内旅游的进行券，也是甲进行券提悬价值，吸引民众参加国内旅游消费，协助业者渡过寒冬。记者综合报道。
中部第19例确诊的白牌车司机所引起的家庭群组感染事件，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是宣布讲，采检的256个接触者，除了含伊共桌食饭的4个亲人确诊，剩的人拢无验出病毒，宣布这阵代全结案。另外，予伊喂着的即个外省女红婿和小妹，因所食头路的工厂目前是停工，劳工局嘛要求讲，停工的薪水就要经过劳资双方协商。工作人员伫工厂边啊大消毒，另外一间冷冻工厂也传出停工。两间工厂分别是中部白牌车司机，也就是确诊第19例出来的人，第22例和23例确诊的工作场所。受到疫情影响，两间工厂已经停工。员工甲接触者也拢完成采检，结果全部是阴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日前宣布，这个互相相会案件算讲是结案了。第19案到第23案，经过这个礼拜我们大家的一个努力，那应该是可以告一段落。整体该检验的、该裁剪的，都已经是阴性。那当然有一些需要隔离的，有一些需要自主管理的，也请大家一定要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中部七层家庭互相相会，总共采检接触者256人，其中共桌食饭的4个出来的人确诊，正做第29到23例，而包括接触的工厂员工甲接触者252人呈现阴性。而这个家庭内底互相相会事件并无扩散，应结案。另外第22例是白牌车司机的卫生检赛，23例是的小妹。工作两间工厂，厂方要求员工爱自主隔离，也不过期间薪水变怎算？劳工局讲，这方面爱来经过协商。会在14天过后，那会主动的到事业单位去做查查，那查查在这一段期间的话，那雇主有没有依法的给假，或者有非法扣薪的情形。下区的劳工局讲，这段时间的薪水给付要经过劳资协商，劳工若是无去划掉，留隔离需要应请病假、暑假也是特休假，头家袂用强制放无薪假，其控制也是靠全勤，若无上管应罚100万。劳工局也在复工了后介入了解。记者宋华报道。网络有假消息传讲，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这个白牌车司机，要去彰化市的诊所看诊，地处彰化市特别封锁，和民众是真惊吓。那彰化市长呢，就亲身去公园和企业消毒，希望会当稳定人心。南投呢，阁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对上海转来，本底是爱在家检疫，结果却四处拍拍走，管会卫生局嘛，甲重罚15万。挂嘴翁喷消毒水，带头的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利用暗时市场休困，将彰化市的三大传统市场消毒。因为网传这段录音，让彰化市区人心惊吓。规彰化市要封锁啊！我跟你讲啦。网络传的这段录音档，指出头一个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白牌车司机，到过彰化市诊所看病，随即整个彰化市被封锁啊，引起民众惊吓。检调隔离队长也伫第一，将散播的两位民众约谈到案。彰化市长出面发挥爱民众恢复正常生活。你茫看到这个在消毒，就讲啊有疫情啊，无啦，这是例行性。我们全市场都很恐慌，什么害我害我而已，害得大家都很恐慌。虽然呼吁民众唔通听信，因个消息已经传开，摊商讲生意大受影响，赶紧再度呼吁，转团假消息将会触犯《团领被防治法》第63条，相当会当罚300万。在南投又有一名查甫人，应该是居家检疫，未当出门扣两摆拍拍照。他竟然是身为隔离者，他应该要有义务做好自己的管理。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四处的啪啪走，那昨天他又离开了他的居家检疫的处所，经里长、里干事、还有卫生局、还有警方共同协寻，终于在昨天晚上寻获到他本人。南投县卫生局指出，这名住伫保利的查甫人，因为自上海旅游回来，居家检疫期间应该是自2月7日到2日，也毋过伊分别伫12到21日，早起去南加中兴地区，以及南部旅行拍拍照，也阁是大众运输工区。卫生局认为，经行检中开罚上悬15万，人讲无听将连续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武汉肺炎第24例，这个北部的确诊病例。治病源头到早要查无，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就召集病院的代表和专家会商，要求要提悬防疫的层级，用社区感染的方案提早做准备。啊，那台北市长郭文铁也表示讲，已经有做好一级开设的准备。新北市加油！
武汉肺炎疫情团即阵更加出现无接触过、无去旅游过北部较近病例，何况也更加改变。新北市长侯友宜二二早起召集17间责任病院代表加专家会商，特别要求提高防疫层级，一定有社区感染的方式超前来部署。在这种情形，我们不但要等级升级以外，我们的整个部署要超前以外，要做全面性的、弹性的、更有效率的调整步伐。侯友宜讲，不管中央是几级开设，新北市已经召开13摆应变会议，拢是以一级开设态度出现，也配合中央即日起实施加强社区监测方案，并且落实加强院内监测方案。台北市长郭文铁也讲，随时拢做好一级开设准备，已经演示过一摆。对着24例确诊病例，伊毋知讲相关的疫情信息，不过也是认为疫情资讯应该爱公开透明。毕竟台湾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所以公民素质也比较高的，所以一般来讲，公开透明，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引起一些恐慌的，但是比起不公开透明，你知道引起的恐慌更重。郭文铁认为，中国疫情就是因为温总才变做即阵种情形。伊主张的防疫政策是莫幻想社区小话未发生，严格将伊控制在咱整个医疗体系能处理的范围内。在这个原则之下，莫引起伤多惊吓。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今仔日举行地方的补选，包括新竹县的德当镇长和屏东县的南势村长，啊，为着因应这武汉肺炎的疫情，选务人员是唔敢待意，全程拢挂嘴安，搁伫个投票所的入口甲投票的民众帮体温，手搁喷酒精消毒，而且大家投开票所，拢有设简单的防疫站，就是希望这防疫工作通周至。量个体温哦。先量下温，搁用酒精喷手消毒。这是自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头一摆地方补选作业。虽然投票需要用更加侪时间，但民众拢感觉安尼较安全。现在时期本来就是正常啊。嗯。啊。不会麻烦。不会。会有点怕，可是大家都有戴口罩。对。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也亲自到场视察选务作业，将要求一定要全程挂嘴暗才会当入去投票，不过居家检疫的人是袂当投票。如果有发烧的话，那我们希望他能够佩戴口罩啊，在投票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希望他能够佩戴口罩啊，那同时跟其他的这个公民呢，能够保持适当的距离。另外，在屏东南势村长的补选部分，面对疫情，所有工作人员也不敢轻彩，全拢提前接受检查，并且全程挂嘴翁。大多数的选民也拢挂嘴翁，希望将防疫工作做个白啾啾。每一位工作人员事先都经过我们的这个防疫的检查，没有发烧，没有呼吸道感染各种的症状。那么在整个的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全程都要佩戴口罩。那对于我们的选民的部分呢，我们在每一个投开票所也设置了这个简易的防疫站。因为防疫的影响，22补选地区投票率拢偏低，严格在工作人员拍拼，整个投票过程拢也算是顺利。好，防疫的同时也会当和平将会当安心投下新鲜的一票。记者综合报道。因应疫情，高雄市政府是公告讲，公部门主办的室内活动，500人以上全部停办；啊，若100人以上，无设一寡限制，若无合规定，嘛是着停办。尊讲符合办理条件的活动，现场阁着设观察员，嘛建议民间机构和团体同齐配合。三四个好朋友小酒到 VR 体感公园，进入室内，第一件代志先量体温，阁较规定爱挂嘴翁。属于高雄市电影馆的体感共演，因为是密闭空间，防疫未当放松。高雄市政府更加明确公告，公部门主办室内活动500人以上一律停办。目前也节节高升的社区感染的一些风险，那当然这个风险呢，目前还没有出现在高雄市，但是呢，由于接下来是开学的时间，那很多的一些学校办理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也要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形预做准备。政府规定，100人以上只要是密闭空间，使用中央空调，空气无流通，无对话筒，以及人甲人的距离是少过一公尺，符合其中的一项条件，就需要停办。500人以上的密闭室内活动是一律停办。另外，若讲符合会当办理条件，需要伫现场设观察员，以利后续的追踪。目前文化局管辖的酒馆举办的公部门活动，大多数已经延期还是取消。
主要是要求市府自办的活动呢是强制要配合，那对于民间的租借或民间办理的活动就都是用建议的方式，所以我们都会先宣导，希望他们也能够配合。另外，同款位置高雄市属于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魏武营艺文中心，四个室内剧院会当容纳400多人到1000多人不等。官方表示，在中央防疫指挥体系宣布无适合室内演出规定进前，节目仅是照常，尊重主办单位的考量。地方政府若使用到场馆，要办理停演还是延期，拢尊重甲配合。记者综合报道。昨日教育部公告武汉肺炎停课的标准。高中以下一班有一个人治病，规班停课14天。那这间学校有两个人确诊，全校就停课14天。台南市长黄伟哲就表示讲，一旦有个案发生，对师生和家长的心理影响真大，所以台南市的停课标准一定较严格。为了25开学日，全国的学校一直演练，准备搁准备，无想要有漏交。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0日也定出各级学校停课标准，目前各县市各大学依次遵循。因个台南市长吴敦德早起接受访问表示，将严格制定台南市中小学的停课标准。因为即使我们不严格，我们完全都跟中央一样，但是学生的家长一旦听闻到有个案发生，他们也不愿意把他们子弟送到学校来。心理因素有时阵比实际专业风险影响更加大，定个标准有时阵也袂当按原先设想操作。但是要甲中央同款的停课标准，吴伊就讲，也爱甲家长、学校沟通。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表示，教育部无考虑到教学现场的问题，会当接受吴伊的诉求。学生即使他是单一个班级，他下课会不会跟其他的班级的学生去共同活动？在学校里面，特别是科任老师或者是志愿班老师，它是会跑动的。对高中以下学校，一班一名师生是确定病例，这个班就停课14天；一校两名确定病例，全校停课14天的标准。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认为，按照校园现况，只要一校有一名师生是确定病例，就应该全校停课。这一例发生了，然后他所接触的学生有超过几百人，或老师也牵涉非常多人，那在这几百人跟老师也都要居家隔离。其他班级有受到影响啊。校长协会表示，家长烦恼跟学校的规模无关系，将建请教育部研究可行性。另外，地方政府按原则会当决定，敢是用更加严格停课标准，只是刷落来囡仔安置，家长都更加费心力啦。记者综合报道。中立五号铁道仓库有80多年的历史，是用过存放米粮和饲料的所在。因为即马时代变迁，即个仓库强要让人放袂记，也是被拆掉。即阵有一个少年艺术家透过这行为艺术探讨文化保存的议题，咱做伙来看。轻轻把条仔顶面的营养扫起来，少年艺术家魏金浦透过行为艺术探讨文化保存的议题。伊化身为日本地理时代的专业采订员，加设中立五号铁道仓库拆除进程，希望利用采集的技术来复制这个旧的建筑。文化保存工作其实往往也是这样子，就是它可能并不会像盖一个新大楼啊这样子的明显，它的成效是其实有时候是慢慢累积起来的，就像灰尘一样。五号铁道仓库是日本时代的拆除建筑。有80多年历史，迄当时是放米粮甲饲料的仓库。青都营业的计划展出，以青都人员引领观众进入艺术，用青都营业来比如真侪人努力推动文化保存工作，也阁亲像营业同款，无啥会用看到，也希望传达出遮的一砖一瓦，甚至一点啊，营业拢可能蕴藏着仓库的历史基地。我们会非常担心说文化资产它到这种都市开发或是都市新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被拆除掉，可以让大家重新反思文化资产保存要怎么样继续在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记得。桃园的文电山表示，近年来中立区在都市更新规划下，未少的公司有旧建筑陆续被拆除改建，铁路旧仓库也随着火车站的更新计划，也可能面临拆迁的问题。希望唤醒大家关注五号仓库，然后慢慢了解在地历史。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李定一报你就知。北部地区14到26度。
中部地区16度到27度。南部地区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17度到25度。其他地区14度到2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Thank you.